这个是今天的主题，哦，那就是使用 Zookeeper， 我们来把我们的旧的系统做一些改变。那一开始的时候先介绍一下，我叫做何世宇，哦，那 我叫做 Matt， 英文名字，那大家都叫我 Matt， 那这是我的一个 email，哦，那如果会后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直接发信给我，那我都会尽我可能来回复。那我现在任职于松林科技，那平常在公司就是大概做一些架构上的一些制定，那整合一些新的技术，大概就是这样子。好，那今天的大纲大概就是一开始我会介绍一下什么是 Zookeeper， 然后包含等一下会讲到就是会有一个简短的一个 demo， 让大家都可以很快速的了解。那接下来的话就是会有一个小小的故事，那大概是我们公司过去遇到了一些需求，然后遇到一些问题，那我们要找一些解决方案，然后最后也许我们最后我们采用这个透过 Zookeeper 来解决。那如果我们不用的话大概会有什么方案，那跟我们用会有什么方案大家会大概介绍一下。那最后因为大家都还是 Java 的开发者为主嘛，那我们就会偏重在程式码上面介绍，大概会讲几个关键的，就是你怎么从 Java， 就是从你的 AP 端去控制去操作这个 Zookeeper，大概是这样。那大概会分两个，第一个的话就是上面那个就是 Zookeeper 出的，他们现在最新的大概到 3.4.9， 所以如果你们下载的话就下载这个版本。那这个下面这个是 Curator 是 Netflix 他们做的，那等一下也会稍微介绍一下。那这两个写法不太一样，那各有一些优缺点，应该是下面的可能比较优点比较多啦，所以到时候大家都会比较偏向用 Curator 的 API， 那也会介绍一下大概是什么东西。那开始之前我想要稍微问一下，就是说过去啊，如果你有用过Zookeeper， 不管你是自己有兴趣下载下来玩看看，或是公司因为你的工作有用到的，请举个手一下。OK， 那你们 有真的有上到 production 的，可不可以再举一下手 ？OK， 好，那边有一位，好，谢谢哈。那这是大概跟我去年有参加一个 Big Data 的一个也是类似这种研讨会，好像差不多，这比例差不多，大概5%到10%左右。那所以我们前面大概会稍微放慢一点的速度，让大家比较了解什么是 Zookeeper。 好，那这句话是你如果去 Zookeeper 的官网的 Wiki 第一句话他就贴了这句话。那我觉得我看到后来我觉得这句话其实真的还蛮适合来介绍 Zookeeper。 那Zookeeper 这个字如果直接翻译成中文，那我们大家会觉得说也许是叫做动物管理员，动物园的管理员之类的，那或是你有时候去一些对岸的网站，他们也这样写，那其实这有点不太贴切，那我觉得啦，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像分散式系统就像动物园一样嘛，那动物园上面就有可爱动物区，有鸟园，然后夜习馆之类的，每一个馆都是就像一个系统一样，动物园只是一个平台，让这些馆在上面而已。那动物园真正的上面的软体，不管是人啊，或是一些上面的一些设备，其实才是管理的东西。那所以对应到 Zookeeper 的话，其实 Zookeeper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个平台而已。那我们在上面开发一些程式，我们去控制它，我们才是上面的这些管理的东西。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它是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也有点，如果我这样讲，各位一定应该是有点模糊，它的概念是什么？那在它的网站也有一张图，我觉得也非常的贴切，所以我把它截过来。那它其实就像一个档案的一个结构而已。那所以档案结构一开始就是最上面那个就是一个斜线，下面有第一层，它叫做 App 1，右边 App 2，然后它会有在下面的子目录。那只是这些目录在 Zookeeper 里面有一个名词，它称为 Zookeeper 的 Node， 所以它就是简写叫 Z Node。
哦，大概是这样。所以后面会看到一些名词，就是 Znode， 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个资料夹。好，那接下来的话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等一下那个一个 demo 中会用到的一些语法。好，那这些语法不是全部的语法，但是差不多也算是比较常用的啦。所以先给大家看一下，免得等一下我在打的时候大家会不知道我在做什么。那一开始如果你们刚刚有下载 Zookeeper 以后，有把那个 Zookeeper 的 config 复制，它原本它会需要一个 config， 所以你要改个名字复制一下，你就可以到它的其中一个直接 start 它的 server。那它这是standalone 的 server。那它当然也是可以做 cluster 的，那个我们今天不会多介绍，我们今天会以一个 standalone 的 server 来做范例。那如果我们今天要连到这个 server 上的话，我们可以透过另外一个 zkcli 从这个地方连进去。那如果你后面都不给的话，它预设就是 localhost 的2181 port。那你起 server， 如果你都没有改 config， 它预设也是这个 port。那如果关 server 就是 stop， 大概是这样。刚刚有讲到那个新增一个 Znode， 讲到 Znode 了，那我们就是要操作这些资料夹，所以我们可以去上面新增一个 Node， 删除一个 Node， 那语法大概就是这样子，那这边有几个重点，就是说我们在新增这个 Node 的时候，我们可以下两个参数，第一个 S 就是流水号，就是 sequence 的意思。就是说我取一个名字，它后面会带一段流水号给你，那它就是顺便的。那一的话就是暂存的，它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 node， 如果我的 client 端断掉了，这个 node 就会被删除。所以它预设是 persistence 啊，就是说你 create 以后它就一直在那边，不管你的 client 端有没有断掉，你就算断掉，你隔天再连上来，它还在那边。如果你是下负一的话，它就会断掉，它就被删掉。那后面 path 就是你的路径，然后你必须要给它一些说明的。那如果你没有给，就是给一个空的字串也是可以的。那后面就是删除。那这两个差别大概就是下面那个就是可以 recursive 的去删了，那上面那个如果你下面有子节点，它就没有办法删。大概是这样。那这边大概就是看一下列出来。LS 就是列出来我这个某一个目录下面有多少个 node， 那我也可以针对每一个 node 再去设一些它的去 set 一些资料上去，或是 get 一些资料回来。那这边有一个不太一样，就是它都会后面有一个括号 watch， 这个等一下会讲到这个 watch 是什么。那在这边的话，它其实就是 true or false， 那个括号如果你给 true 就是我要 watch， 如果你预设你没有给就是 false， 那 false 就是没有 watch 的意思。那 watch 是什么？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右下角这个 server， 我有不同的 client 端，那这些 client 端连上去以后，我就可以在上面依照刚刚的方式放一些不同的 watch 在 server 上。那 server 它当有一些事件触发的时候，它就会 trigger 这些 watch。那这些 watch 呢就会产生一个讯息通知 client 端。那这些讯息大概有这几种特色。那首先就是它当然是从 server 端 push 回去的嘛，那它是非同步的。那比较重要的是它是一致性的，这个 watch 它告诉了 client 端说，发生了这个 event 以后，它这个 watch 就不在了，除非 client 端再一次的再去放一次。所以整个结构这样来看，其实它就是观察者嘛，只是它在 zookeeper 它就是叫 watch 这个名字而已。好，那接下来的话大概就是，等一下，扫一页吧，看一下。对，接下来的话，这边大概是讲一下等一下 demo 的内容啦。那后来如果你看一下书啊，或是上网看一下，很多人会讲像 master 啊、worker、task 这些。那后来我想一想，其实大家熟悉的 MVC 其实也蛮适合来 demo 的。所以我们就假装等一下会有一个 controller。也许就大家常常写的 servlet 或 filter， 那会有 view 就是 JSP， 会有 model 就是 Java Bean， 那在这大概是 model 2吧，然后在这个
这个 MVC 里面呢，啊 ，controller 接到了一个 request 进来的时候，它就会分到，它会知道要转到某个 JSP， 它也会去 call， 也许后端的某一个 service 去准备资料。好，那这些 JSP 呢，最后会来用，它会知道说，哎，资料准备好了，它会来用这些资料的内容啦，啊，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大概来看一下。好，所以如果依照刚刚的话，就是哦，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地方嘛，哦，所以到如果你们有的话，你们也可以同大概就跟着我一起做，哦，如果来不及，你们可以讲一下，哦，所以就是第一步你要起 server， 哦，所以接下来就是连上去，哦，这样大概就连上去了，所以我们可以连上去以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哦，斜线第一层，哦，你如果一个空的 server 启动的话，它大概就是。只有 Zookeeper 这个 Node， 然后那这 Node 是它原本预设的啦，那我们就先不要理它。所以如果我们要 create 一个 Node， 就是照刚刚讲的下 create， 然后给你的 path，哦，然后可能给某一个文字，哦，它就会说某一个 Node create 好了，哦，那这时候你再看一下，它就会 create 好这个 Node， 然后第一个这边就 create 好的 Node。那如果我们刚刚那个 MVC 的话，我大概还会需要另外几个 node， 对，是另外需要几个 node， 所以我现在把它 create 一下，可能会有 request，然后会有 view， 就是 JSP 的 node， 好，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看一下，在这个这期 conference 下，我们就有。Request 跟 JSP 两个节点，好，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模拟 MVC 这三个角色，分别都是三个不同的 client 端，那第一个 client 就是 controller， 哦，它一开始要连到这个 Zookeeper， 所以它连进来了以后呢，controller 要做什么？它就要看看有没有什么 request 送进来嘛，所以它要去下一个 watch 对这个 request， 好，所以下一个 watch。所以跟刚刚不太一样的是，我这边没有加，好，那这边加一个 true，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加了 true 会发生什么事。所以这个地方会看到，现在没有任何的好 request 进来，这时候 model 会进来，所以 model 一样会连到 server 上，好，然后因为在我的情境里面呢，因为我为了简单一点，我们就是固定就是同一个 controller， 同一个 JSP， 就是同一页就好了。哦，那 model 目前就是当作就永远都是这个 model 就好了。所以而且在我们的在我们通常在写的话，某一个 JSP 一定会固定用某几个 model 嘛，所以这个 model 要去 view 下面，就是 JSP 下面注册它自己。哦，所以好，比如说这个叫 model 一。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跟这个某一个 JSP bundle 起来，那他必须要 listen 这个，他自看看这个 model 有没有被改变资料，所以一样，所以现在他下面没有任何的需要他做的事情，所以他就到这边就好了。那最后就是 view， 他也要连进 server， 那 view 要做什么？当controller 叫 model 去准备资料，那准备回来了以后 ，view 要负责呈现嘛，所以 view 一样要 listen 这个 model。好，所以它一样是现在是空的。好，所以现在我们都准备好了，这时候就会有一个 controller 进来了，就会有一个 user 前端点到这一页，所以呢，点到这一页的话，我们就要去。request 上面建一笔资料，所以呢，这个 create 我们就用刚刚，比如说，刚刚的范例 ，foos， 就是它大概会是一个随机的，等下让大家看一下大概会像什么样子，然后 request， 大概是这样。
function 打错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写说 create 了某一个 request， 所以他后面帮我带了一串数字，我刚刚说它是流水哈，那这数字其实等一下照我们后面更后面其实我们会用到，所以这时候先让大家看一下。所以刚刚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发生了 ，controller 在一开始他有下 true 去 listen 某一个节点，他这时候他被通知了说，哎，我的这个节点下面有资料改变了，好，那这个 watch 就没了，因为刚刚说一致性，所以如果他还要继续的去 listen 的话，他必须重下一次。那通常这个 controller 他就会看一下说，哎，那这个节点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他就会来这个地方看一下，他就会说我增加了某一个 request 进来，他就要开始去分配任务，那他就会去view 看一下现在有什么可以用。他就说，这下面有一个 model 一有注册在这里，他就把它分配给他。那理论上这边应该是会有一个逻辑去找到 对的那个啦。那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就只有一个 sample， 所以他就去他下面建一笔刚刚这个 request 进来，我先把它复制起来。大概是这样，所以他给他一个文字，比如说叫他去准备资料，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他就新增了一个这个，因为我们刚 model 跟 view， model 跟 view 都有 listen 这个 M1 的节点，那他们都会同时又接到了一个资料改变的一个通知，那这个 view 呢，他也会想要来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他看到就说，我的这个 model。有一个 request 要处理，所以他会去看一下这个它的内容是什么。他发现，我们刚刚打的那段文字其实是在这边。prepare data 表示还没准备好了，所以这跟这个 view 没关系。所以 view 呢，他就重新下一个，他只要再继续 listen 就好了，看看什么时候会准备完。那这个 model 也同时接到这个通知，他一样，他要去看一下。其实因为 我知道它下面有一个，所以理论上它应该是只看这一层，那它会发现有一个 request 被分配给我，那它也一样，它应该也是要再去看一次这个现在的状态，它发现它是要去 prepare data， 所以如果这个 client 它发现了，换我做事，它就要去开始处理它的业务逻辑，那我们假装过了几秒钟，它准备好了，它这时候它就上来告诉。把这一个 prepare data update 掉，所以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他就说这样，好，他就完成了，所以因为 view 他就一直在等，看什么时候会完成嘛，所以这个时候 view 他就完成了，他一样，他再来看一下，他就会发现完成了，他就可以去做他 render 这些事情。那这些状态，因为我们是写程式的人，也许我们就事先约定好就可以了。好，那以上大概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小的 demo。好，那告诉大家就是说，原来 Zookeeper 的 watch 大概就是长这样子。那我们等一下会用这些特性去处理一些问题。好，那我们就继续。好，那我刚刚讲到说，我们公司在一些专案上有遇到一些需求，大概是这样，就是我们有一个旧的专案，这专案很简单，也蛮久了，它是一个也不大小小的一个专案，那它是一个 web 的专案，所以它会有一些它是一个它是用 Spring 写的，从头到尾都是用 Spring， 它平常我们就是 run 在 Tomcat 上这样子小小一个专案，那这些后来这个客户呢，他想要出钱，他说我要把它改版，那后来他们公司也租了 Azure。那他放到 Azure 上面，那他们想要用 Azure 那个 App Service 嘛，就是他可以 Auto Scale 到10台，那没有用到就可能人去把它关掉，大概是这样子，那就发现，我们遇到一个问题，如果我这个专案都不改，就直接移植，也许我上面本来就有一些
排程，我相信大家的专案，大家的一些系统应该都有大大小小都有排程啊，可能晚上就要去整理 table 啊，去记性啊，或是去 anyway 做什么的。好，那这些排程如果我们都不处理的话，如果今天他放到 Azure 上，如果他就开了好几台，结果每一台都会去做这些事情，那我们就不可以这样子嘛，所以我们就要想一些方法来解决。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不用 Zookeeper 的话，比较简单的方式大概有这几种啦，就是第一个就是当然就是每一个 AP 自己控制嘛，在像图上面，那是大概也许十年前大家比较简单都这样写，就是第一个就是也许 Java 里面就开一个变数，就设定说，这台要不要跑，记得过板的时候要改一下，不然就是设 property 让过板的人去改，不然再接下来可能就用参数传进去 ，anyway， 反正就会有这些。让每台 IP 自己去设定一些东西，让他自己去判断。那这当然是会遇到很多问题。你就一两台还好啦，那你每次记得就好了。那也许你会设错。那其他问题就是说，那如果你三更半夜那一台要跑的挂掉怎么办？人还要赶快去把另外一台改一下。改了还要重新部署，就超级麻烦。所以后来慢慢就就进化了嘛。那接下来就是当然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控制的地方拉出来？就最常见就是放到 DB 嘛，大概就是长这样子。那也许你是一个 table 去记录，比如说记一些特征，比如说 IP， 或是看你要记什么。那每台 AP 启动的时候就连到 DB 去看一下说，是不是我这台要 run 这个排程？是的话才真的去跑，大概是这样子。那后来再后来一点，也许就是像 course 啊，他们也有出这些。如果你排程是用 course， 它本来就有这个功能，就是也许它用 lock 某一个 table， 比如说我先抢到的，我 lock 住了，其他人没有办法去没有办法看的话，就是代表他不要跑嘛。那如果今天这个 lock 这个人挂掉，他就 release 了嘛，下一个人自动就会有人再去抢到这个 lock， 他就可以继续跑。大概有这些，后来有一些 solution 大概就是这样子。那这一样会有一些问题啦，就是说，如果我今天一满载了，我要换到我指定的某一个去怎么办？如果我去 DB 直接把那个砍掉，让他重新把那个 log release 掉，重新来抢，也不一定会第三台去抢到，也许第二十台抢到就也是一样很麻烦了。所以后来想想，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其实是我需要一些我们可以决定一些逻辑。那这些逻辑就是来决定说谁要来跑，我们要可以实做啦，重点是我们要可以去实做去改，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所以后来大概有看到 Zookeeper， 那因为在 Zookeeper 呢，他们刚好讲到 Zookeeper 是一个平台嘛，它有这些特性，它可以让你放 watch， 好，这些特性。那 Zookeeper 的 recipe 呢，下面这个连接可以连过去，就是说他们官方就是说，我的平台有这些好处，比如说很低的 legacy 啊，有这些好处。然后而且我有一些理论，我可以做到一些东西，比如说 share lock 或是 two phase commit 啊，它都有一些理论。那其中一个就是 leader 的 election， 就是说我选 leader。那这些 recipe 就是已经写好了这些理论，那只是你要自己去实做它而已。那 leader election 就是说，他教你说，你可以怎么样去找出决定一个人叫做 leader。那其实后来我们就觉得，这个蛮适合我们的情境的。那所以我的 AP 我只要透过一些方式知道，如果我是 leader， 我才要去执行这些排程就可以了。那当我的 leader 挂掉，我只要下一个人还可以再用一样的逻辑再去找出 leader 就好了。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后来我们就是针对就往这个方向继续看。那在他的理论里面呢，他写的还蛮多的啦，都一堆文字。那我把它画成图，大概就长这样子。那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这样，就是说server 里面会有一个 root 的 node， 可能是 some path， 这我们就称它叫 root。那这个 root 下面就会开始每一个 client 连上来就会注册一个 node 在上面。好，那这些 client 呢都会去 listen 这个 root。 那这些 client 都会用到刚刚提到的这两个特性，就是 sequence 跟 ephemeral， 大概是这样念，大概是这个是暂存的意思。所以也就是说，这个 client 如果断掉，这个 node 就不见，那再连上去再 create， 它又会出现一个流水号。所以大家就用这些特性，
一旦这个 root 有异动了，所有 client 就去判断，就是说，哎，现在这些流水号，用一个逻辑，他说你就找最小的就好了，所以最小的那个就是 leader， 大概，所以这样就可以很容易的找出谁要去跑这个排程。那当然他还是他自己官网写了这个上半部啦，那一开始我们也是做得很愉快，很简单嘛，一下就做完了，他就写说，哎，这样子可能，但是呢还是有些情境上会有一些效能上的一些瓶颈，比如说你的 Node 如果三台五台十台可能还好，如果你非常多台的话，那一旦这个 root 有一动，所有人都要重新去问一次，说现在有多少个 children 在下面，因为他要重新排序嘛，要挑出最小的。这个 server 他会就会在这个瞬间，也许会有 performance 上的一些问题，因为大家都来问，所以他后来有一个比较进阶的版本，大概就是长这样子，一样会有个 root。那一个 client 连上去，他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在连上去的这一瞬间呢，他这时候才去问现在有多少个 node 在上面，如果没有，他就做第二件事，他就是 leader， 那 如果没有，他就不做事嘛，他就是 leader， 如果有，他就做第二件事情，他就去找出比他小一号的那一个，他只 listen 他，所以下一个 client 比如说三号上来，他只 listen 二号，也就是说，真正只有二号 crash 掉的时候，三号才会去问一次。那他就是把原本在同一瞬间大家一起去问，把它分散掉。所以他说这是比较好的 solution。所以后来我们也改成在一开始啊，大概后来也改成差不多这种写法。那刚刚讲的那些呢？还好字不会太小。刚刚讲的那些呢，如果换成。流程大概就是长这样子，因为这些东西等一下会真的变成 Java 的 method，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大概就是每一个 client 大概要做这些事情。第一步就是他会去连到这个 server 嘛，当然，那第二步他就会去 create parent 指的就是我刚刚讲那个 root， 他会尝试的去 create 看看，因为可能他是第一台，从来没有人 create 过，所以如果他不存在的话，就 create 看看。那第三步就是他要注册他自己，他会 create 在他下面 create 一个 node。那在 create 完了以后，他会开始去问，现在这个 parent 下面有多少的 node， 他一次拉回来，这是第四步，拉回来以后呢，第五步他会找到一个 node， 我这边是这边我这边文字是直接从 zookeeper 那边他的 recipe 贴上来，他意思就是说找到这个 j， 这个 j 呢要小于 z 是自己嘛，三号那边有写 z 是自己，他是小于自己的最大的。那意思就是说，比我小一号的那个，就是他的意思啦。所以五就是说，找出我前面的那一个。如果你有找到，先讲没找到哈。如果你没找到，就六号，六号，那你就是最小的嘛，那你就是 leader。如果你有找到，你就是七号，七号就是你要去针对比你小一号的那一个，你去下一个 watch， 你就要去 listen 他。一旦他如果被删掉，因为也许他 crash 掉了。或是 anyway 有人从 server 端偷偷把它删掉都有可能，那这时候你就要重跑试一次，重新去确认一次，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如果你是 leader 的人，你才要真正去执行我刚讲的一些排程，所以程式码大概会长得像顺序啦，大概会长得像这样子。好，那总是会这个反箭头啊，大概画一下而已啦，就是说我们总是要去确保说，因为反正这个勾上面也许会 connection 会有一些问题啊，或是什么问题，所以你发生 exception 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办法回去再重新确认一些事情，大概会长得像这样子好，所以接下来的话在看程式之前，我先介绍一下 curator 那curator 其实我第一次用的时候，我看到官网第一页下面写这句话，我大概就了解他在做什么，因为他写的很清楚因为刚刚早上吧，还好像十二点那个有一场在讲 Grava 嘛其实如果大家有用过的话，或者有听过，应该就很了解Grava 对，至于 Java 就好像 Curator 至于Zookeeper 那Grava 呢，简单来讲，它就是提供了一些比较核心的 library 嘛。那我们在早期，它大概 support 6吧。GTK 6以后，可能你还在6或7的
专案，也许你会用到。哦，那它提供了更好用的一些 API， 比较人性化的 API。哦，它很多，比如说 collation 啊，什么 IO 的很多了。哦，所以很多人很喜欢用。哦，只是8以后，很多它就收回来，开得很像了。哦，以后8以后就没有那么实用了。哦，所以它就等于是把它包装一层啊，让提供更好的 API 而已。所以 curator 大概是这个意思。另外 curator 他也先帮你实做了我刚刚讲的那些 recipe， 就是 zookeeper 他只给理论，大概是这个意思而已。好，所以刚刚每一个 node 呢，我接下来会稍微把程式码的重点，大概讲一下。那最后我们还才会去真正看一下完整的，可真的可以 run 的程式码。第一步，大概会讲说，我们要连到 zookeeper server 的写法。那大家可以比较一下，这个中间有一条线，线的下面就是用 curator 的写法，线的上面就是 zookeeper。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两边的写法。那当然这两个看起来好像都还蛮直觉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没什么差，反正就是你 zookeeper 你就 new 起来，client 你就是它有一个 factory， 你就也是 new 一个 client 就 start。所以这两个 connect string 就是你的那个 IP 冒号 port。就是这样。好，那第二步我要去 create parent， 这看起来就差蛮多了，行数就有差了啦。所以先讲一下上半部那条线上面 zookeeper。我 create 的话，这个这段程式码里面啊，它是我的 thread 跑到这个 create， 它去告诉这个 zookeeper server 我要 create。回来，这个 thread 才会继续往下跑，它不是非同，它会 block 在这边的。等一下会讲一个 asynchronous 的写法，大部分我们到后面都会用 asynchronous 的，那这边是故意用 synchronous 的写法，所以如果你是这样写的话，你就是要用 try catch 的方式去防止发生一些 exception， 就是我刚刚有画粉红色箭头往回的，所以你 create 了某一个 node， 因为我要 create parent 嘛，就是某一个 root， 那可以给一些参数。给一些讯息，然后它是用 ACL， 就是你可以控制这个 node 的存取权限吧，比如说某个 IP 才能删啊，或是某个 IP 才能读之类的。那后面这个 persistent 就是它的 node 的种类啦，它就是有 persistence， 然后暂时的跟那个流水号的，大概就是三种。然后呢，如果你发生 connection loss， 这是我大概写一个 sample， 就是你可能就要尝试再 create 一次。那如果你发现node 已经存在了，那你可能就不做任何事，反正 create 就 create 了。那其他的你要想办法 handle。那如果你用看一下下半部，这边就少很多了。基本上你就是 lead latch， 就是 curator 他自己出了一个 class， 那这个 class 就是他实做了这个 lead election， 所以你就 start 他就好了，你就不用管了。好，下一步我要去 create 一个暂存的，而且是流水号的 node， 写法大概就是长这样。那刚刚因为刚刚是 synchronous 的，这个就是asynchronous 的，那你的 thread 呢跑完 create， 它其实会往后跑的。当它有 OK 的回来以后，它会执行另外一段实作它那个 interface 的那个实作。所以上半部大概写法很像，只是你最后会放一个 callback 它是一个 interface。那在它这个官方的这个 interface 呢，它有很多种 callback， 那在这边它就是 string 的 callback， 因为我 create 它会 return 我，如果你 create 成功，你的 create 的 path 是什么，所以你就要去给它一个这个 string callback 是 zookeeper 的，那你要实做它那个 process result。 那刚刚我们是用 try catch 的方式去判断有没有什么成功，这边要改一下，第一个参数 rc，这个参数就是 return code， 你要用它的一个 code 点 get， 它会把你转回，就是以那个列举的那个物件呐、啊，所以你比较好用 switch。所以下面它就有一些，比如说你的 session 已经过期了，或是你 connection loss 了，类似跟刚刚一样，所以你就要尝试再去 create。那如果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刚刚如果你成功，你就是 try catch try 不到。往下跑就是成功的意思嘛，那这边它就是它一个给你一个状态 ，OK 就代表成功的意思，所以 OK 接下来就是要继续执行后面检查 leader 的那个程式码。
跟他讲快一点。所以四跟五，好，这边就是我们要开始去看一下 leader。好，所以第一个就是我要去取所有的 children 回来，然后我要去排序。好，所以如果你先用用 ZK， 就是说 ZK 就是那个 zookeeper， 不是那个 ZK framework 哈。那这个 ZK 呢，它就是 get children 啊，它我的 root 是谁？好，然后后面 false 就是我看你要不要放 watch 哦，那一样，因为这是非同步的，所以你要放一个 callback 哦。那这个 callback 就跟它不太一样了，它叫做 children callback 哦，只是它的，因为它故意取的名字都很像，你一样要实做这个 process result 这个 method 啊，差别就差在最后一个参数就是 children， 它会把现在所有的 children 组成一个 collection 还你哦。所以下面呢，你就是也是一样，你要针对 OK 代表哦，你成功取回来了。所以你要去，你的逻辑写在这边。当然你，也许你做，你有你的排序方式啦，我就简单写一下而已。然后你要去放前一个第五号，你要去放前一个 watch 比你小一号的 watch， 因为如果它断掉，你就要重新去检查是现在的 leader。所以大概是下一行，你要去你要想办法找到现在的一个 index， 然后也许就减一嘛，你就可以去 listen 这个比你小一号。那后面这个 watch 的方法，最后一个参数这个 node delete， 这就是一个 watch 方法，大概就是这样子。它一样也是某一个 interface 啦，所以你还是要实做它，然后里面它还是有个 type， 它会有个 event， 这个 event 就是 server 端 trigger 的那个，它这个 event 它会有个 type。那也许你就是看看，如果 node 被 delete， 你一样再重新再去检查一次，刚刚 check leader 就是刚刚四五六七这些步骤。主要的程式码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也许你们看，我好久没有看到那一条黑线了，怎么都在讲 zookeeper 哦？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今天用 curator， 你大概就是一行，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没有特殊需求，你就是直接用 curator 的实作。当然，等下会讲到你有自己特殊的需求，你当然还是用 zookeeper 的，那会解释一下为什么。好，那尽可能的呢，就是因为他这边的 API 其实已经蛮好用了，所以尽可能的呢还是优先考虑使用它。好，那接下来还最后一个重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其实刚刚有讲到我们的 Java 怎么去连 Zookeeper 嘛，怎么去操控。那重点其实我们要解决的是排程的问题。那这有几个我不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说第一个，我的系统是旧的系统，那如果我，好，假设我今天要用 course， 它就有 DB log 这个功能，我还要改旧的系统，虽然也许改很快啦，但是只要有改就有风险嘛。过去 production 都测那么久，都上线了，反正我就不想改程式嘛。第二个就是说，好，那如果维持用 Spring 的 framework 的 schedule 的话，那难道大家进去 Mesa 前，我就要先去判断我自己是不是 leader 吗？还是要改程式？那就反正就是有在想办法看看能不能不改任何业务逻辑端的程式，但是做到这一点。好，那 这只是一个范例啦，主要是让大家去思考说，如果我今天要完成一些需求有什么方式，这也许不是最好的方式，只是在这个地方 demo 给大家看一下而已。所以如果你今天去 Spring 的官网，它的 document 看，我要用 Spring 的 schedule， 你大概就是你的 config 要下左上角那一个，要把它开起来，所以你所有的 bin 就会上面就可以加一个 scheduled， 你的 method 就会在你定义，比如说你五秒钟就跑一次，或是每天晚上十点跑一次，你就会到那个时间你就跑。它怎么做到的？我们稍微再去看，document 应该是没有啦，稍微去看一下 source code 或是它的 Java doc 应该是会有。它大概就是有这几个步骤。首先你上对左上角那个你下的那个 notation， 其实你就是注册了它右边那个 bin post processor 这个。那这个它会在你的 Spring 启动的时候，它开始去看看它所有它找到的 bin 里面，它开始去找你没有什么 method 有注册这个 at scheduled。那如果它找到了呢，它就会丢给 task scheduler， 这个也是 Spring 的一个 interface。那我上面有写它的实作 default 实作其实是 thread pool test scheduler， 大概是这个。好，那它就会把它丢给它去执行。
哦，那其实再去，如果你再去看一下这个 ThreadPool 这个实作，它里面其实用的其实就是 Java 的 Schedule Executor Service， 哦，大概就是这个。那那个其实就是放一个 Runnable， 那只是这个Test Scheduler 它提供更多比较好用一点的 API， 哦，大概是这样。所以它会把你的 bin 跟你的 method 去丢到一个 Runnable， 好，哦，那 Runnable 就时间到了就去 invoke 你的这个 bin 里面某一个 method， 哦，那我上面打的这些就是真的 Spring 用到的 class name，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看到 source code， 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去搜寻那个 source code， 你大概就可以很清楚看到它的实作怎么写的，哦，好。所以，如果到刚刚那边呢，其实我们只要去稍微改一下 test schedule， 把它包一层就可以了，好，哦，就是对它下一个 decorator， 那这个 decorator 呢？在执行前，他先去检查，他就是看看他是不是 leader。如果他真的是 leader， 他才要继续执行就好了。所以其实这边还蛮简单的写法，换成 Java 的写法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你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 class， 你去 implement 这个 Spring 的 test scheduler。那当然你会有一个 default， 你会有一个真正原本的 test scheduler 啦。哦，那这个可能，如果你想要继续用 pool， thread pool 也是可以，都可以，哦，那重点不是那边，重点是下面这个 method， 就是说原本送进来的这个 runnable， 你可能要自己再包一层，哦，那你可能这边要有刚刚我们上面那么多步骤的一些判断，去决定看看你是不是 leader， 如果你是，你才真的去 run，哦，你大概包这一层就可以了，哦，好，所以。下一步就是要把你刚刚写的程式码注册到 Spring，哦，那重点大概就是你要加上 Primary， 就是说不要去用它原本那个，用你自己的，哦，大概就是这样，就可以直接集结到 Spring 里面。那重点就是我们原本的 Task 就不用再做任何的修改，哦，那所以原本 Task 呢，我们不用在这边再写 If， 现在是 Leader 才做原本的业务逻辑。那因为这一段已经被我们报到刚刚那边去了，那如果以这个方式呢，你就可以做到，不破坏原本的程式码情况下，就完成中间跟 Zookeeper 去接接，好，大概是这样子。好，因为时间有点不够，所以，我们就不看，那我等一下告诉大家怎么去找，好，怎么 run， 好，那还要讲的就是说，哎，这个 Zookeeper 如果就这样用，哦，比如说我每次都 listen 比我小一号的，哦，那断掉我就再去找小一号的，好像跟 lock 好像也没有差太多，哦，就是说这些逻辑呢，如果中间要从一号调到三号或什么的，哦，那如果以这个逻辑好像也不太能做到啦，哦，那它到底还可以 有什么好处，哦，那后来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的专案，哦，那这个我还发现有几个重点，就是说我们放在 Azure 上面，哦，那个 App Service，哦，最多也只能开到十台，所以我也没有说一次有比如说一万台、十万台去问这种问题，所以我也不会遇到，我比较不会遇到 Zookeeper 他们那个 Recipe 他们写的就是说你可能会有效能上的问题，也许我就是永远就开个三台而已这样子，哦，那我好像也不用说每次都只 listen 比我小的，所以到底还可以做什么？好，哦，后来。也许我们就做了一些改版，哦，就是说，欸，我们可不可以，因为在上面这个每一个 node 在 Azure 上面每一个那叫什么，每一个 instance，哦，其实我们都先设好，因为它会收钱嘛，哦，所以我们上面都会设好说，啊，你这个是几个 CPU 啊，你是多少 RAM 啊，那大家都一样，所以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固定的逻辑，去看看现在系统上面资源的多寡。哦，也许我就是，比如说我固定判断 memory 也可以随便嘛，反正这逻辑我们写的，哦，那最低的我们就它就是 leader 嘛，哦，那所以以这个例子，欸，也许我现在第二台就有 10% 的使用量，那它就去执行下一个排程嘛，因为下一个排程可能是转档，欸，可能要转很久，可能很吃效能，那它在转的时候，欸，再下一个就换下一台去执行，哦，那慢慢的我就可以发现说，欸，原来我们可以掌控这个逻辑了以后，它就可以更贴切我们的使用的一个业务上的一些需求，甚至可以做一些比较符合我们情境的一些最佳化啦，
大概是这样，所以它大概就可以比较满足，就是说一开始我们讲的就是，其实你用的 Zookeeper 呢，其实最大的好处大概就是说，我们就可以开始实做我们想要的逻辑在上面。好，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这个哦，在这边投影片最后这边有一个连接哈，这个连接就是我先放到 GitHub 上面啊，大概是这边啊。那所有刚刚投影片里面的 source 大概就在这里哦。那这边大概就是会有一个 curator 的版本 ，Zookeeper 的版本，跟怎么样去放到 Spring 的一个简单的程式码。好，然后呢，这边是真的可以 run 的哦。那不会像刚刚那边一样都是注解啊。那因为我们时间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不开了。那重点大概有几个，就是你先去下载 Zookeeper 的这个，如果你要用啦，如果你没有 server 的话，你就要自己下载。然后你要，因为它原本是 zoo 底线 sample 的 config， 你要复制或是你直接改名字，改把那个 sample 拿掉，你就可以启动。哦，那如果你只是想看看，哎，这个程式码 run 的结果，你就直接用 Maven。哦，我这是用 Maven。哦，那如果里面用了 Java 8，所以你要 Java 8的一些语法，所以你要电脑要 Java 8。哦，大概是这样，你就可以看，你就可以 run 一下程式码。哦，那甚至你可以参考一下这篇程式码，看看有没有帮助到大家的在自己的专案上面，哦，大概是这样子。那也欢迎大家，如果对于这个整个今天的讲解的过程，如果有任何疑问啊，或是想问的，你可以在上面留，或是寄信给我，或是在 Facebook 留言给我，都很欢迎，哦，我一定会尽可能的回复大家。哦，那最后我老板要我留这一句话，哦，就是我们还最近在继续在真人嘛，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公司啊，留言，我们就会会有专人跟你联系。好，那。